好，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啊，红方是来自运城吉祥搏击的吉祥，蓝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李世远。吉祥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熟悉了、啊、是成名很早啊，对，2013年就拿下了武林风首届新人王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在他拿下新人王之后，整个在前那些年吉祥的表现也非常的抢眼。是他在这个征战的初期创造了12战11次 KO 的成绩。嗯，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呢，因为他的这个伤病，对，手掌的有一个地方是有2次的骨折，嗯，所以就是对他的这个逐梦之路影响非常的大。是，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伤病的恢复，现在渐渐的回归到擂台上了，然后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哦，今年看他的状态吧，因为去年在这个搏击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黯然出局，当时那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对他的心理的影响非常大。是到到哇再来看蓝方选手李世远，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一位运动员。李世远是去年开始打武林风，但是呢4场比赛全输了。嗯，除了武林风之外的比赛他都打得非常好，成绩非常好，所以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到了这个擂台想赢一场比赛这么难。所以呢这个有一些运动员啊，他就是特定在某一个赛事平台上发挥的就格外的出色。嗯，好，今天他碰到了吉祥，这两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都属于这个拼打型的，拼打型的都能够拼命。对，哎，我们刚才看到第一回合前半部分是吉祥在压制对方，但是渐渐的现在扭转局面了。对，啊，李世远开始慢慢的把这种进攻的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好，吉富。这场比赛一定会很好看。哇，地扫踢得很正。哎，吉祥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就接腿，我不去摔你，我也不去加一拳，而是用膝去顶你的大腿的腿根处。这个很少见，很少见。哎呦，哇，这个被塞了一拳，很准啊。第一回合先是吉祥压制对方，但是渐渐的这种局势扭转过来了以后，李世远才是慢慢的进攻，进入这种进攻自己的进攻节奏了。两个人都是拼命三郎，今天看谁能拼得过谁。是，开始了，两人开始，现在开始对攻了。主要还是集中在拳法上面，但是吉祥我知道他有一个非常冷的动作，就是变线的腿法。哇，和吉祥的冷招不断呀。是啊，又是这个小动作，就是这个当然是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只能一次提醒啊，尤其是提大腿也是一样。哎，好的，这个命中了，对方似乎有点晃悠啊。接着摔，不错啊，吉祥现在还是一如既往的向前走，给对方更多的压力。吉祥是一个很能拼的选手。是，对，
就他的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坚定，就你给我再多的重击，你给我再大的伤害，我还是要往前走。是，所以这是极强的这个意志品质。对，哇，挨了对方两拳了，极强要在拳法上要多注意一些。对，他比你还近脑了啊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看着点。好的，现在两个人喊起来了。踹进去！哎，这样动我！哎，踹进去！有喜欢的，对，后置，我忘了。好的，换拳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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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扫，哇，说来就来。动！吉祥想要压制对方，但是感觉到力量确实没有对方大，对，所以吉祥的这个性格就是你把我打倒了，你打倒之前我向前也是向前倒的。嗯，抓后头杀，不能抓后头，举例啊，不要不要起那种小点打打打打打哎，对方很聪明，打完拳以后向吉祥的左边这种移动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所以让吉祥的这个后肢拳或者后摆拳也好，发不出来力量。对，哎，向左边移动，对，九十秒，哎呦，这个动作太危险了，突然的这个。他自己转了一下，躲闪，但是我觉得他是想做一个转身的后边拳这样的一个动作，但是看到吉祥做了这样的一个摆拳的时候，他是来不及去躲闪。我第三回合，对于双方来说，既然他是拼打风格的选手，他们的体能一定是非常好的。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有拼打型的风格，对，没有体能支撑拼打不出来，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也好，是他们的一个风格也好，所以第三回合我觉得频率不会低，而且拼的还会更好看。吉祥还在压制对方，这个并线踢，属于对方提膝啊，吉祥现在打拳愿意低头，然后换拳，哎，好的，哇，李世远，蓝方选手李世远真的是越战越勇，是越战状态越好。我们的吉祥是一位老将，但是李世远确实不甘示弱，是。假动作虚晃，要出什么动作了？假动作了，假动作了，你来！高手，中位，中位，体能稍微有所下滑。吉祥要加油。哎，好，两个人互换了个摆拳。所以我说拼打型的选手，首先他的体能好，第二个他们抗击打能力绝对也好，是，不然的话他支撑不了他的拼打型的这样的一个风格。小心啊，吉祥啊，刚才重心丢了，这个高扫腿只是放在了对方的这个近处。好的，后肢前摆，两人的互换拳，现在已经拼得昏天暗地了，动作的质量有所下滑了，但依然还往前走。现在吉祥是压不住对方，对，但是对方现在开始压吉祥，哦，这是一个带摔，在自由搏击规则当中是不允许的。吉祥加油，如果要想从70公斤级里面脱颖而出，我觉得难度很大，每一分都得要，每一分都得抢。哎，好的，哎呦，转身了。转身非常可怕啊！如果对方跟击高扫的话，会非常危险。对，应该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吉祥加油！到，哎呦！啊，还有10秒。十秒。哇！哎，两个大摆拳开始抡开了。到。哎。哇，果然是拼命三郎啊！拼得很有血性。
两个人不愧是这种拼命三郎的称号。是，但是今天吉祥的状态，吉祥略微有点那个硬度不够。今天是啊，之前的他的那种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29-28，二号裁判28-29，三号裁判28-29，比赛结果蓝方胜。Corner win.